各位武林同道，有道是妇女能顶半边天，半边天里也有难。眼下三八妇女节将至，不知各单位有何安排？依老夫所见，不如找个像样的馆子，大家聚在一起搓一顿，酒足饭饱之后捏脚 K 歌，一条龙式享受。我保证妇女同胞们都乐疯了。两位领导所言甚是，既然是男女平等，就应该男女一起 happy。 三八妇女节乃是妇女的节日，你们一群大老爷们跟着起什么哄啊？事态所言有失公平，试问普天之下，妙龄少女变妇女，哪一个不是男人包办的？所以说我们男人的功劳才是功不可没的。想蹭吃蹭喝就直接说，又何必拐弯抹角呢？师太，看透不说透还是好朋友。啊，刃光棍儿，哈哈哈哈！听闻贵圈召开三八妇女节大会，想借机会蹭吃蹭喝，老夫也想过来加双筷子。我们是不会带光棍一起玩的，你走吧。我派曲光棍精通音律，特意过来为大家演奏助兴。只怕你们的慢四步跟不上我们的节奏啊。曲光棍，你去给他们露一手。是老大。受不了了，弟兄们，赶快撤！